和大部分学生的往常一样，这一天我正在上晚自习，写完作业的我突然感到十分的无聊，便想偷偷拿出手机来玩，但又害怕被时不时来查岗的老班发现，我便以上厕所的名义请了个假去了厕所。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我这辈子都无法忘却。刚一进厕所，我的手机便响了起来，我打开手机一看，发现是这样的消息：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也不用在意我的身份，我现在有义务告诉你，你现在只剩下三分钟，三分钟之后学校就会出现巨大的事故，现在你可以根据我的提示进行安全撤离，请注意，我没有在开玩笑。对于这样的莫名其妙的信息，我都已经是见怪不怪了，但我还是很好奇，于是便回复了：老哥，你在搞笑呢，我他妈要在晚自习啊。他仿佛没有看见我说的这句话似的，自顾自地又说了起来：第一，从厕所出来立马赶到教室拿好你的所有东西，记住你没有必要通知你的同学这个信息，当然也没人会信你，遵守我说的规则就行。第二，去篮球馆后面的那个小房子里面，门上的锁我已经帮你打开了，桌子上放了一个我给你准备的礼物，把这个礼物点燃丢到学校的枯井里面，然后迅速离开。第三，无论你在路上看到了任何熟人，或者听到了任何你觉得不应该出现的声音，都不要紧张或者害怕，往校门口走就行，记住你的所剩时间并不多了。第四，不要回头。最后，祝你好运，鬼爵先生。看完这些信息的我有点心烦意乱，便再也没有打游戏或者刷视频的心思，我决定回教室去看一下。我回到了教室，可眼前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，教室里面竟然空无一人。不，与其说是我们的教室空无一人，不如说是所有的教室都没有一个人。我不禁感到有点脊背发凉，忽然想起来了规则，便拿起我的书包快速跑了出去。大晚上的校园里静悄悄的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死寂，我决定按照他给我的规则去做，便朝篮球场后面的小房子里跑去。眼前的景象是这样的，我快速走了进去，寻找他所谓给我留下的礼物，可我没想过他竟然是这不是正邪用的符纸吗？这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来不及多想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将它快速撕了下来，然后丢到了学校的枯井里，接下来就该离开学校了吧。可与此同时，在我身边却传来了奇怪的声音，像是人类的哭丧声以及尖叫声、逃跑声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可这声音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，挥之不去。我咬紧了牙关，握紧了拳头，告诉自己这是幻觉，不要害怕，不要紧张，同时也加快了走路的步伐，我要尽快地走出这一个校园。终于我走出了校门，低头一看时间，离三分钟还差十秒，我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下应该是安全了吧。可没走几步，我便感觉到两眼发昏，双脚一软便倒了下来。当我再醒来时，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教室，周围的同学却早已乱作一团，逃跑的逃跑，脸上写满了惊恐。我想伸手去阻止他们，却发现他们的身体竟然穿过了我的手，还有不少的同学正在逐渐的消失，地板上面都是血迹。看见这绝望的景象，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一切。这都得感谢你呀。那么你就和他们一起被永远的困在这里吧。我是鬼爵，我在另一个世界等你。